我另外一个问题想问你啊，国军对外都是以中国为这个假想敌嘛，是这样吗？对外，我们国军嘛，嗯，我们我们是不是以中国为假想敌在做训练？相关的作战计划，红军、黑军，那个你们的计计划是不是以中国为假想敌啊？啊，那是写响定的时候才有所谓的假想敌，部长是不是？ 是不是？我们不是，我们现在是中。不是了，现在不是了。<共>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是了？中共,中共是我们的敌人。中共好，中共不是假想敌。中国哦，是敌人嘛？哈，就是敌人。就是敌人。是对峙的状况。<好>啊，那这几年来嘞，六年多来，马英九政府啊，他亲中的情况、行为啊，其实让我们大家也非常的感到困惑。我想，我想请问你，这样子你怎么带兵啊？ 因为在行政上面，他又跟中国非常的接近，又重大政策也都向中国倾斜。那你这里思想上面，你又要教国军说他是我们的敌人，好、哦，这个部分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国军说，到底中国是我们的敌人、敌人还是朋友？那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会,不会影响到，如果进去募兵进去里面了，我搞不连思想我都搞不清楚、欸。高委您放心，我们这个国防部国军的立场。 是，凡是和我有武力对峙的，在空军、陆海空刑法里面讲得很清楚啊。这里面跟我对峙的、有武力对峙的，就是我的敌人，就是中国。所以我们现在说哎，他我跟他是一个敌对状况。 那我们不管现在政府的一些政策，政府有很多的政策都去跟中国签约等等。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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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国防部有表达相关的意见吗？我们都有表达，我们有影响到国防安全、影响到国安的事情，我们都会表达意见。好，很好。刚才我们在这整个条例里面，我们真的看到的其实是。 非常的很很 confused 啦哈，但是我要跟这个部长你你说明的是，我们都知道你刚才说纪律很重要，对不对？对。啊、哦，纪律是国军里面最重要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退休将领，包括郝柏村、包括许立农等啊，我觉得他们就是败坏我们的纪律，影响我们的思想的最罪,罪魁祸首，你同不同意啊？ 呃，报委员他们去的动机，我们假如说他是去有违反规定，甚至于他去做一些泄密的行为，我们依法办理。办他他有没有做泄密？你知不知道？你怎么知道？我们很多状他去那边吃饭，去那边唱歌，去那边跟他们在密室屁谈，你知道他们整个的行动吗？呃，他们很多到中国大陆去访问也好，去做交流也好，去做一些。 你觉得退休将领适不适合到中国去做交流？那要交流什么？是要交流我们的军事机密，还是什么什么事情？要交流什么？你告诉我，刚才我们有问到说，哦欸、中共是我们的敌人啊、哦，部长你也这样说了，结果我们的曾经领导过我们的这个将领呢，他现在就跑去我们敌人那边去跟他高歌一曲，这样子的情况。 你你真的评评理呀、啊？你作为一个带带我们这样好几十万这个军队的的这个领导，你觉得你都没有疑惑，你也你也不会严正的声明，你是严明哎、欸？哎、呃，鲍员，我对我们国军呢、啊，他服务国军都四十年以上、三十年以上这些老将，他是绝对忠贞爱国的。 他今天到大陆去，不管是他做的一些文化交流也好，去回顾回回家探亲也好，或者干什么，是但是他不是去探亲啊。你觉得那些的,的,的中共那边的将领是他的亲吗？哦、啊，oh, 我觉得你这样子是帮他们在开后路啊。No, no, no, no. 而且你看在座有多少将领啊？你在告诉他们说，未来你们退役以后啊，中华民国哈、哦、任你们摆布啦，你们想要怎么样都可以呀、啊，因为我今天严明在这里打包票。 你们去交流、去探亲，那么多问题，我们从来没有授权他们去交流、去干什么，他们都是按照规定。他们都是按照规定，<我>规定什么时间可以去做这个动作，<我>然后什么时要注意些什么。那你,我们都你觉得他们这样去合不合适嘛？你总要表达一点意见反、啊，如果他们有泄密，如果他们有这个违反国家安全的问题，我们绝对依法办理。但是。 感很不好啊，难道观感很好吗？年龄部长，你觉得你退休以后你也想要过去吗？呃，我到我可规定的时间，我有的地方我可以去的时候，我就可以呃看我的需要。你也要去啦？我,啊、我不是说我一定要去，你、啊、一定我<是>你也要准备要去了就对了我。我没有说要准备要。去。哦、你今天是在跟我们说，我在,我在跟你等你退休以后，在时间可以允许之内。我没有讲说我要去啊，我在跟我讲，报告，他们去不是不一定对国家安全有问题哦。 他也是去做一些统战，也有啊。他去叫游说他们、哦、怎么样认同我们的三民主义，认同我们的所有的自由民主的一种一种社会。哦、这个也是他们也可能会做这些好的地方啊。我们不能只是看到他那些可能要泄密，可能要出卖国家。我们不能一概这样来来来讨论我今天哈今天的咨询真的是把我们的部长啊。 确定出来说，他这样带兵是会有困难的。不会，我相信我们所有。你的带兵真的会有困难。我跟你讲，从小我们学的军人雄赳赳、气昂昂，保卫国家。是。这个都是我们从小啊，我们对于军人的尊重啊。但是军人的要人民给他的尊重，应该是自己先尊重自己起嘛。谢谢。对不对？不是用一大堆法令，用一大堆法令来说你要尊重我，你不可以歧视我。 你会被歧视，是因为你的作为让人家歧视你啊！不用用法令来让你说你们不可以歧视我，不然你我就告你们，我就让你们犯法。这是非常不不没错，不<可>我们要自我尊重，要自己要自我要求嘛。是<吗><对>所以刚才本席问你的，今天这么明确，但是你却告诉我们说好像没有关系，只要他们怎样都 OK。 但是你根本无从，当你无从，我是他违反规定、违反法律。当你无从检验，啊、你无从检验他有没有违法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是先避免去做这样子的交流嘛？谢谢我,我觉得你可以讲这样啊。们对每个队伍的人员里面都有给他规劝、啊，你连这样子你都没有办法讲出来，呃、你连这样子都没有办法讲出来，<有>这让本席感到非常遗憾，而且我对你的带兵啊，我也感到非常的这个。 呃，这个困惑还有帮你担心啊！谢谢文言指导，谢谢文言指导。